麻烦你来收听主人广播电台，主人电台 FM 的台96.9，主人电台 FM 96.9，会当来听咱的节目。那伫下早时11点到12点这个时段，咱伫分林家己分家地区的朋友，你著甲准确的家己之音家己台，家己之音同款是 FM 的台91.3。家己之音 FM 91.3，下早是11点到12点吼，同款1点钟的时间。中昼时12点到1点，伫咱的大台北地区，甲听中华电台。中华台是 AM 的台1026，中华电台 AM 1026。中昼时啊，拄啊一边咧休困，一边用餐，食中昼顿，又真是端啊无气炎。大台北的这些朋友，无论你是台北市、新北市，拢会当收听咱的中华台 AM 1026，人伫中做伙伫空中交流开讲。下晡时啊，黄昏的时阵5点到6点，就是伫中较多甲大家说报告。咱伫南部南台湾听主人电台，啊，对台南到高雄到屏东吼，安尼是往南一线拢会当甲听。正港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，主人电台 FM 96.9 96.9。暗头啊，7点到8点，伫台南地区之中，我的故乡听咱的詹文体老白主的民主台，台南的永进时代一定做熟悉。这个是 FM 89.9 FM 89.9，听咱的詹文体哦，暗时啊7点到8点。同款是逐工拢会当收听，咱的节目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每一工24点钟拍拼甲放煞，任何一分钟都袂当来放弃，任何一秒钟袂当浪费，因为咱的这个理念，咱的这个初衷，就是爱甲台湾主流民意的声音大声甲讲出来嘛，家己的声音家己发，家己的国家家己叫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尔。必须爱来做吼，袂当即个来推卸咱家己做一个台湾人的责任啦。一定爱甲即个台湾主体路线、即、這个决心、即、這个坚持，不止要讲哦，2350万人听，国内的人听嘛，要讲哦，国际社会即卖在发声，要来争取即个世界卫生大会，啊，这嘛是咧向着国际咧发声，吼、哦，这真重要，黄金时代。大家不忌言，大家听咱的节目，除了陪伴你的生活，互你有快乐的心情、希望的人生，咱也共同来打拼。哦，虽然情势是非常的艰难，但是继续爱打拼，袂当放弃，来争取到吼，创造咱台湾人共同的未来，走出一条新的路。来，今仔是咱的新历2017年5月7日，礼拜三的时间，吼、哦。那来算古历是今个4月15啦，到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、阿扁总统遭受这个政治迫害、政治案件吼，这是100%、200%最明显的。啊，即卖是讲看安怎来平反、安怎来补救安尼，但是冤枉还袂真正洗清，功德嘛袂平反，甚至上基本的对着阿扁总统伊的这个。基本的活动的管理吼，伊的这种的基本人权来啊、这个吼啊、医疗的这种的人权，会当就医，包括就医就是目的要就医嘛。哦，安怎种的这种的医疗活动，哦，透过着社区医疗啦、精进的医疗，这是爱尊重医疗专业，哦，爱尊重医疗小组。啊！你这个政治力也好，还是讲法务部，这也是法律专业呢。医疗其实唔捌，敢讲会当代替医疗小组，或者有哪等者吼，伫中外来讲，来这个啊，功德平反吼啊，这个已经是3094天，3094天，那就不要咱继续拍拼，互相加油，互相鼓励。来，今麦咱来这个营造主题音乐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进行曲，听众朋友唔通转台，精彩拢伫后边，啊，马上去转来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感谢。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。
来，多谢咱全国乡亲时代，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的节目吼，一、這个空中进行中。来，首先咱来看这最新的消息吼、哦，台湾的这个股票市场吼、哦，台湾股市啦，离这个差不多已经让两年的时间吼、哦，这个讲攻上万点大关吼、哦，就是冲一万点就对，冲一万点。虽然这个最后是阿哥吼阿哥落落来吼、哦，当然伊个收盘收盘是无离一万点，但是有一度攻上万点安尼啊，所以这大家咧讲的蔡英文总统吼、哦、这个对去年五二空就直到今仔日来讲，规个这个股票市场吼，伊、哦、这个来涨幅啦吼、哦，叫做这大盘波段涨幅吼。哦这股票的专业实在地点我都无太清楚吼、哦，我看这资料咧写，讲是22%，就是讲起22%啦，伊个涨幅22%。所以呐，纯粹用数据来看，讲平均每一个这个股民，就是讲股票市场的投资人吼、哦，无论讲你是大户小户吼、哦，你这是外资啦、法人啦、大企业的大经的，还是讲你这是咱讲菜篮族吼、哦、啊小股民。买一张嘛是股民的，讲大家人拢会当赚这个56万啦，差不多会当买一台国产的这个车辆，无问题安尼。用真是大啊，那照这个数据，伫中华空中甲大家恭喜呢，因为平均啊这那加加减减，你若只要买过一张，你就赚56万，敢有安尼？我今仔日这个哈啊，这个我来问我的助理，我讲暗就甲大家恭喜。因为我讲你那时候有哪有买一张股票呢？对一间我未记得啦，啊有去也是有去无去，我唔知影。我讲恭喜啊，啊你也赚56万，唔得看安尼，啊这个啊客1000块出来吼、哦，啊这个大家来安尼食一个去外口食一个餐馆的安尼。我的助理在咧讲啊，讲真正是快到鬼啊，伊讲伊都。伊嘛算股民咧，只要买一张嘛股民呐。伊讲当时有赚到56万呐、啊，薪水加加的嘛无啊济呢，薪水全部加加的。我讲啊，这但是人迄个数据安尼发布呢，讲每一个投资人有赚56万，我来求证啊，你看有影无？全国的听众朋友，你若有买到股票的吼，啊，你这个过去一年两年买到股票。你唔着赶紧去努力个扑下看卖啊！看伊个56万有飞入来无？啊，无太会安尼来发布。啊，这用这种个发布，真正是人事实个无符合啦。讲你股票市场开放个是982万啦，哦，982万。啊，那只要为开放过，当然就算一个人。啊，所以用安尼来算，讲每一个人获利56万。问题这种个数据是无人有感受啊。你有赚到钱的，有可能是遐外资啦，遐法人啦，遐大户啦、大户啦，对着一般的个基层是安尼，大家爱爱着呢。卖讲股票市场，干薪水都降毒啊！即卖干加班无法度加班呢，加班哦，铁门爱拖起来啦，未输咧做差，头家孙女拢未输咧做差，惊人老贱哩。伊讲个台湾人咧拼。拜六礼拜找一天出来，你要叫我放假，我有哪有在休息嘛？啊，问题即摆啦，带定带入来，带当咧赶货的时阵，头家巡逻，大家讲的下属，讲来加班，加班费安怎？即摆你讲法令规个甲你限制条的，一日一休了，讲这全部拢袂使。那无你就爱去请一个另外的来加班，啊，那无就加班费安怎加倍，搁加倍。头家讲安尼规矩拢卖做啊！啊，你这个开门来营业，打伊个营业的收入，赚无够人付这个加班费啦。啊，那安尼的时阵规矩的，全卖开门啊，铁门卖开啊！听众朋友，安尼最后伤害到是咱所有包括劳工啦、资方啦、咱的产业、台湾的这个经济竞争力、咱的国际竞争力。全部拍死呢，所以你今仔日伫这个，我唔知影讲
要得加二五二空吼，啊，前拢爱有一寡利多啦。哦，你看杨正义提出这个前瞻的计划，哦，啊，先讲了，啊，内容才搁咧报你，哦，包括蔡总统嘛，伫中常会咧讲，啊，你这内底内容都讲了无具体的时阵，你要哪说服着这个全国的这民众啦？说最近你看啊，伫网络上啊，都有做一个图表咧，解说前瞻计划到底钱要开伫底嘛？啊，所以这就是讲政府要做什么代志，哦，这爱向着大家，还有一个啊，说明讲好清楚，人民唔到感受嘛，人民才有感。啊，所以你这个五二空情，无得讲是爱讲一寡好消息，但是你讲好这大家，啊，那小股民拢赚五十几万，我听爱就感觉爱笑。另外一个数据嘛是同款啦，讲好这平均台湾人吼，诶，这个。啊，薪水哦，达个月收入薪水，讲在37000啊，39000啦。用真是多啊！你这是用伊个平均，迄个无意思嘛。当然有人恁个收入足悬啊，即卖五月咧报税，有人收入是900000的啊，9000000的，10000000的拢有啊。啊，你用伊个平均值，全部安尼平均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唔来来看基层的状况，咱这。服务处每天在做选民服务的，在做法律服务的，接触到都是基层直接的声音嘛。我不敢说我所听到全部，但是上无咱这啊高雄市前镇区、小港区周边的这，咱这劳工的这种的中心嘛，工业区多嘛，所以劳工朋友多，劳工是大多嘛。地中所听到的会当做参考啊，我特地在思考会当做参考哩。现在因为这个劳工政策一个自由了，整个是雪上加霜啦，本来经营就在没有了，现在是雪上加霜啦，哦，所以我很烦恼啦。你不能说因为你说话当时还是发布一些利多，但是那个利多要可以符合到人民基层他的这个内心实际感受嘛，他每一天日常日常生活内底，哦，伊日常生活内底，伊所来接触到，就讲你硬讲，啊，伊个物价拢无起，啊，妈妈即卖无亲戚，要搞啊，全部几工嘛，咱只伟大妈妈去即个菜市啊买菜，买鱼、买肉、买水果，去超级市场，是爱欠长的多呢？到底是物价有起无，有波动无？只要爸爸妈妈上清楚嘛，嘛不是讲打妈妈在买菜，爸爸即卖嘛爱买菜啊。即卖是即、這个哦，用双薪家庭互相哦爱互相支援啊，即、這个男女平等嘛。哦，所以不是讲打妈妈买菜，爸爸嘛同款。问这爸爸嘛做清楚，所以你硬讲哎，的物价的无安怎？讲我这行政伊进前尽管讲调查，讲安尼百话经，大家咧叫来问，讲你有去过无？一个一个问，讲你有起价无？讲调查了吼，讲安尼有起价无到5%，然后用安尼也咧发报你。啊，莫怪这个行政伊满意度足低呢。最近的这个五二工程嘛，这个啊雅虎吼，这个雅虎这个网站也有做一个这个五二工的民意调查嘛，对着包括着吼，咱这个内阁包括着。内阁团队的满意度啊，蔡总统的满意度啦，吼、哦，林全义对满意度，以及着来访问讲民众啊，对着蔡总统的这个背能力啦，吼、哦，背能力，吼、哦，这个包括像啊，理解着人民需求的能力啦，沟通协商的能力啦，啊，还是讲这个啊，来这个吼、哦、啊，这个这讲沟通的能力，吼、哦，协商的能力。哦，伊即个有八个能力吼、哦，我讲给大家听啦吼、哦。第一个是叫做清廉度，吼、哦，伊的清廉度，吼、哦，这第一项。第二个是讲叫做改革力、改革力，吼、哦，即卖咧变改革，年金改革、司法改革，吼、哦，伊、那个改革力。第三是即、這个啊诚信度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有啊，即、這个有信量无，有诚信无，吼、哦，诚信度。第四是执行力，吼、哦，执行力。再来是协商。沟通的能力，哦，沟通力、协商力，再来是了解到民众需求的能力，再来是做危机处理的能力，再来是这个
用人的能力知人善任，哦，就是讲啊，这个总统的用人，用这个叫的用人，哦，这个用人的能力，啊，用这个八项目哦去做民调，哦，这个是啊，我看雅虎哦，啊，奇摩新闻的四月初七到十日之间来委托着，和、哦、这个市场研究顾问公司来做。哦，伊着线上网络问卷啦，吼、哦，对着新政府执政一年的满意度，回收有效样本2000分，吼、哦，啊，到15%的这个信心水准，抽样误差是正-2.19%，吼、哦，这个因为咱在讲这民调，这啊基本资料还有做一个发布，当然伊这是网络上的调查甲民调，哦，回收样本，但是会当做参考，尤其是大民调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不是讲伊这个100%一定，你有诶，当时因咧通牌门底发布诶，调岗要收你蔡总统诶嘛有呢。我、哦、你讲即个较即个本土诶媒体较公正诶吼，即边阿伯做诶，啊像咱家己地口咧做，咱这绝对是啊照机工咧做，无可能去做卡手诶嘛。哦，咱毋想讲伊咧通牌调岗，伊都要甲你吐槽要收你诶。哦啊，所以即个网络诶民调，这是网络使用诶族群。基本上应该是少年人的族群较侪吼，啊，当然嘛不一定啦。哦，你讲这个中年人，包括这个中高龄嘛，是在用网络呢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这个会当予大家做参考。即着甲对阿咧讲的这个八项的能力来问这个吼、哦、所有民众。我甲看吼、哦，这个大家上无满意的啦吼，上无满意。第一是了解民众需求的能力。72.5%无满意，我就讲对着小英总统，你了解咱的基层需求吼，基层的想法，基层的想啥物，吼72.5%无满意，实在这地中我看的烦恼，那讲这个数据吼，啊确确实实，是照着吼原汁原味啦，当然伊这谣言哪做我唔知，这个我的烦恼。第二就是危机处理的能力。我那有72.2%，我拢超过70%，我拢超过70%。第三是协商沟通的能力，啊70.8%。哦，第五是了解民众的需求，危机的处理，还是沟通协商这三个能力是排前三名。因为蔡总统、蔡政务是啊是期许哦，是要做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务嘛，啊而且是最会倾听民意的政务。所以你对这个民调来看哦，这份哈，我强调是这份啊，民众啊，这个无感受到政府的这方面的这个作为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危机哈、哦，这个要注意。哦，过来就是讲你甲看整体上，整体上就是讲啊，你这个蔡总统整体施政满意度，哦，你讲规个啦，哦，你也无分项目，哦，整体的这个施政满意度，即卖一个村哈。哦几天就50%嘛，哦，所以现在来看这个啊民调有一个参考性啦。满意的是21.6%哦，21.6%，但是无满意的吼，67.9%啦，吼、哦。对着蔡总统的迄个整体施政满意度，无满意是67.9%吼，啊满意是21.6%。对年纪来看。那像是愈年长的，对着即卖事情愈来愈不满哦。即、這个年纪愈大愈不满哦，有可能是伊规个家庭负担规个伊较重哦，嘛有可能是伊所经过哦，就讲你改总统嘛哦，啊伊去比较等等哦，比如讲咧年纪较长的，当然伊就对国民党一党独大，伊就经过啊嘛。对于即个李登辉前总统，伊就经过到咱。陈总统哦，啊，到这个马英九安尼，为非三者个八年啊，来换蔡总统咧做。45岁以上的嘛，无讲准年长的哦，45岁以上无满意的拢破75%啦。啊，这个少年族群安怎？哦，咱这个因为你去年这个大选，哦，少年族群支持咱的蔡总统是上悬，支持民进党上悬，对24岁。以上到44岁这个年龄层，无满意的嘛超过60%。哦，虽然无45岁以上是75%较悬，但是嘛是已经60%。
24岁以下的，哦，咱来看这些较年轻的族群哦，10几岁、20多岁这些，可能打大学还是多打毕业，社会新鲜人哦，我那是61.3%哦，24岁以下，拢真是多，24岁以下的是啊，这个哦，就讲地中我这个年龄，伊24岁以下是个减我这个个几个哦，一几年去啊呢吼，24岁也足年轻呢。我那是61.3%，无满意一个吼，规个吼东京啊，即种东京的整体市政满意度，所以这个到底少年人伊的这个心嘛是在流失吼，啊，这问题处理对啊，我刚才所讲的三项上无满意的项目啊，危机处理的能力，理解到民众需求的能力，沟通协商的能力，吼，这个会当予政府做参考。哦，你讲啊，总统一任4年，佮连任了8年，哦啊，第一年的这个成绩单，然后来做一个体检，做一个检讨的时阵，所以为什么我咧讲讲的这个，即讲每一个股民呐，拢赚56万，这個、真正害死蔡总统啦！我唔知道这发布的单位是对一个单位哦，迄、那个报纸咧写也无具名，讲是上发布啦。这种的数据哦，那讲伊的发布就讲这是。要讲好听话，也是讲要创造力多吼，不但你的效果不达成，而且佫扣分呐。因为事实上都无这个代志嘛。你拢是遐外资啦、法人，因赚到888嘛，荷包满满嘛。你讲安尼，哦，起20%啦，安尼外赚安尼外济，啊，平均落来一个赚50几万，卖讲56万啦，干5600块、560块都无啦。可能怎个套牢里亚的啊？我昨你讲，伊丢背了那个套牢里亚的啊，个住套房的。啊，所以你讲看到这种的数字，大家太欢喜啦。因为当你说亲身所经历的是无同嘛。啊，这我咱个个讲，台北书记的政府，伊这个伊所理解的人民众实际生活是有足遥远的一个距离啊。你讲那距离足遥远的时阵，你都无了解。咱基层咧想啥？啊！你这民调太悬咧，满意度太悬咧，你这个分数无可能拍悬嘛。所以足侪是，我即摆看到的现象咧是，愈支持这个民进党咧执政，离这个旧年来邮票大选前，邮票邮上大力的啦，迄、那个来催票、购票、邮票上认真咧，才用真是大只长辈，即摆。心内迄个忧愁啊，愈侪呢，看不得呢，较侪呢。因为伊刚刚讲，伊这个这里来拍拼支持这个政党轮替嘛，民进党完全执政嘛，包括国会啊，包括国会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完全执政呢。但是伊这个他对啊，这份民调嘛，对着民进党的立委完全执政哦，等于是咱国会过半啦。满意的才18%啦，无满意是71.7%，将近72%呢。这个数字我啊，互我感觉讲真非常这个气馁吼，就讲太安尼就得着啦。我你讲，咱拼这久完成个国会，咱也执政啊，不止总统客气，国会咱也客气。结果经过一年的拍拼，唔知是宣传无够啊，安怎？我有哪在想这个问题？然后这几天我想这个问题，他也讲满意民进党完全这种国会才18%呢，今麦要处理18%，真正18%，啊你呢不满意的讲是71%啦，不满意71%，啊包括对着内阁吼，照讲是总统是管国务外交两岸这方面，啊内阁对着行政院长林全不满意度有哪64%。哦，无满意度64%，而且无论对一个李连展哦，对林全院长不满意度拢破50%，全部拢破50%，啊，平均是64%。一个内阁哦，包括议长所领导国会、领导所部的首长，但是伫民众的心目中，伊这个不满是64%的时阵，对着内阁伊的迄个规个公信力，还是伊的威信，是足大的受伤。哦，足大诶，即种诶冲击呢！我毋知影讲林全义长若看到即个亚欧诶民调，哦，当然，官方发言人哦，拢是讲啊，即、這个话当时啊一寡政策
效果还袂展现啦吼，需要时间啊，拜托台湾的这些人民要有信心，要有耐心哦，包括说前瞻计划等等，还有这些政策以后各慢慢啊展现哦，啊，才会当哦大家有感。哦，当然官方哦这个讲法之中，我唔是讲这个，我唔敢讲这个讲法唔对，确确实实政策哦，你甲实施落爱时间，嘛唔是迄个特效药、特效药啊，是马上落安尼。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有效果，那也不可能说那个好笑的、啊、但是就是说一年的时间下来，民众他的一个、啊、印象的分数也好，还是说他实际的感受，都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情嘛。你一年365天下来，他有一个起码的一种的变革出来嘛，一定是一件过一件的嘛。你想说对于一开始就开始罢工的，华航的罢工啦，还是讲迄个国德收委员的迄、那个，最后安怎来解套的问题？哦，人就讲，这个那小船起一边去，哦，还是讲对着这伊的诉求就照单全收，哦，那立场政府立场嘛无徛在，哦，过来的啊，一律收了冲击落嘛，哦，啊，你讲这个东兴分的这个代志冲击落，包括这个美国有的代志，日本的迄个核灾区是变要开放的问题。啊，过来面对着外交方面，哦，你这个中国的大越来越强的时阵，台湾要哪面对？对这个国际组织给咱答案，到即卖上新的是这个 WHA 世界卫生大会这个答案，啊，咱要哪做？台湾是不是咱要台湾来提案？是不是当照着这国务团所建议的提出台湾参与案？你得正式向着国际发声，你唔免惊北京受气嘛，你。委屈都无可能扭转的，所以外交上，咱彼此会让大家失去信心嘛。外交上、外交战的这种的失败也好，你讲中国答案无奇怪嘛？中国答案是咱本家知影的代志，但是我一再强调，国际上大家给咱支持，但是台湾到底要哪做嘛？一句话来讲是自作人作则天作呢。国际即个美国、日本发表正式声明支持台湾的参与。国际要甲咱做嘛，天公伯啊，当然要做台湾，台湾是徛伫这个公道正义的一方啊。中国是社会政权，你天公伯啊，你不管是东方神西西方的神，当然嘛是要做台湾啊。但是天做人做，国际甲咱做，最后咱要问是讲啊，台湾政府到底要哪做嘛？那不是打开记者会啊，不是打讲我来带团去啊，不是打讲我来向着国际发文章啊。到处国际问题啊，这个大家拢知影嘛，这个无冲突，国际的宣传咱要加强力道，但是最后你这个正式的处理，阿比总统的时代会当做参考嘛？迄当时咱的正式提啊，规个大会是讨论两三点钟的，最后表决无要紧啊，表决当然咱无通过嘛，用真实度啊无通过无要紧啊，你上无就是透过这个过程。和台湾参与，台湾受到不公平对待，台湾受到中国这种赤裸裸的打压，你就要诉诸国际社会嘛？这才是真正在国际上来做一个正式的定调来发声嘛？这人总统接受媒体访问，总统来发文，就是讲国会啦通过这个啊国议案啦呼吁啦呼吁安怎？这一点啊都无冲突嘛，这是一步一步安尼咧破败落啊，最后就是正式了一个动作出来。若讲最后无提案，啊头前个就袂输讲，啊变做一个过程安尼念念，吼、哦、啊就即摆啊到五月底咧开，吼、哦、啊带大家咧注目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这个过程怎啊甲伊这个填满，吼、哦、啊就甲伊这个吼接满满，啊就拢有遮一挂动作。哦，啊来五月了啊，这个议题阁无伊啊，来目一个年阁明年啊，啊同款阁来五月再来处理，用真是多一月就当提案呢。这个顾问团成立到今开一届会尔，啊嘛无真正照着顾问团大家遮经验要建议的所来做。以早是直接总统的职位呢，总统有国安会，行政院是行政院长，直接来成立工作小组来推动加入联合国。推动加入到世界卫生组织，过去是安尼咧拼的，
所以你讲这几个，包括外交啦、内政、经济各方面，啊，不怪这个，你讲这个民调的数字，实在予咱的烦恼啦。我唔知影讲你是唔是调工国民党啊？你呀，啊，你加油提出咧做文章未吼？调工要予你520，啊，就甲你乱一个安尼。咱也袂当排除伊的可能性啦。啊，但只是讲，你地中我家己初这个初见的吼。非常即个啊，你来，咱所来听到，所来感受到，实在目前来讲，后边伊个顶悬个即种个坎不认是也不只要悬呢。来，即卖咱先加进一个工商吼，同款咱个母亲节特别活动哦，持续进行中。永进时代地中先讲吼，这是母亲节特别活动，所以即个母亲节前后吼，啊再来推出。那是讲加迄个含量的嘛吼，啊伊即若讲传播啊，加伊含量若讲拢吼，啊都啊即个大家若注文拢啊即个消除去了吼，都即个货拢消除去了，即个活动就爱杂志，所以咱就爱把握时间吼，伫即个特别活动哦期间内底，卡手爱卡紧咯，无时间去卡电话地点吼，实在我的只有甲你讲实力啊，做歹势安尼。因为伊只有一个限量活动的时间，来母亲节的大优待、大优惠，你甲听一下。啊，若有需要的乡亲，甲卡电台专线0776180705 0776180705，多谢你吼，嘛多谢咱全台湾辛苦的妈妈啊，当然爸爸做辛苦啦吼，爸爸妈妈拢做辛苦，啊，这大家做伙哦，客等于拢会当做分享哦，家庭得的，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要向着全国伟大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咱在每一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这一天，来感念着甲咱请养大汉辛苦的妈妈，嘛爱感谢一个听众朋友长期以来，甲志忠做伙坚持一边一国，守护咱的母亲台湾。在这个有意义的母亲节。咱特别来推出一边一国欧盟里的优待活动，原价一箱1450元。伫即个母亲节，每一箱教运金只要1200元，只要1200元。敢若先有印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你伫别个所在绝对买袂到的一边一国欧盟里，特别来挑选咱台湾在地生产上青的即个欧盟里来制作，佮添加着红枣、枸杞、甲乌麻。有乌麻的这个香味，你袂到会当加燕窝来比拼，有丰富的加这个乌蒙里，会当直接饮，嘛会当冰火凉凉，是热天上好上天然的这个饮料，大人囡仔拢下用，请朋友嘛真气派。即卖特别优待，加运费一箱只要1200元，限量100箱，限量100箱哦。有需要的听众朋友，卡手啊爱紧，其他咱的产品。地中嘛，甲大家做一个介绍。正型 Q 碳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会当增加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。独家的这个配方，互身体吸收更加完全、更加有效。一罐食2个月2800元。正型的深海鱼油原料对水质上清气的北欧的挪威来进口，因为深海鱼油上注重就是迄个制作的深海鱼，伊就爱来自上清气的这个海水，才袂受到一挂重金属的污染。成分上纯、浓度上高的正型深海鱼油，一罐食2个月只要2200元。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脂，而且是只是体来提炼，是咱的和平牛樟脂。因为都要知识体来做，只要有牛樟脂上完整的迄个三铁类即个营养素，加上正与农委会技术来合作，有国家级的品质的保证，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元。以上三个产品，你买一罐，佮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。亲戚朋友做伙来买，买愈侪就送愈侪。新鲜地瓜精有17种的氨基酸，丰富的胶原蛋白，佮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的技术，非常方便哦，还佮好啉，芳醇佮刷嘴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5400元。母亲节大优待，一边一个欧盟里以及其他的产品。
欢迎来电0776180075 0776180075，感谢努力。多谢咱全国的听众吼，啊，较多你所听到的是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吼，啊，对着这个母亲节特别活动吼，啊，你若不忌言，啊，愿意来做伙甲厂商家交关吼，按来支持，麻烦你卡这个平台转数07761800750776180075。不止广播的时间哦，规工拢会当卡，对早时九点吼到暗时六点。来，另外这个详细的消息，咱也来关心，包括李斌师吼啊，这个潘文正教授旁边啊，所主持这个正经看面师哦，这才答案之中拢爱收看吼、哦。因为我不只是看面师啦吼，面师三日你叫我通牌台哦，遐个讲遐个实在艰难的话吼、哦，啊遐通牌台，我有哪拢会甲准？因为咱做这个哈啊、这个广播的节目哦，咱来观察着台湾的政治哦，每一天这些啊，规个新闻哈、哦，这变化时事的变化，所有的这节目之中，我都会甲注意哈、哦。无论讲伊这是啊，这是就徛伫台湾立场的，徛伫中国立场的吼，伊、哦、通牌的什么牌吼、哦，我都甲注意。面试伫这个哈，上新闻阿在讲。讲是毋是伫即次五月十九哦，咱即个凯达格兰基金会十二周年感恩餐会，阿比总统来出席，其实这代志本来足简单哦，这就是一个医疗的行程，社区的治疗的这种的行程，社区职能治疗。你前个月四月二十五号，那我无记唔对，遐资料拢交予迄个法务部啊啦，啊所以即卖若讲啊，中干部伊唔知实在足奇怪吼。我也不爱来啊，评论伊的这种的讲话啦，吼，啊是这种搞伊，啊所以医疗归医疗，你得保持一个正常做法，平常心、平常心，尊重医疗专业。你法律部的官员，你得法律的专业嘛，但是你不是医疗的，外行人无法度讲内行话，外行人嘛无法度做内行的代志，敢讲法律部？啊，中甲伊要代替着医疗小组，代替着陈顺成教授来执行着这个啊，比总统要治疗的这个工作甲计划吗？法务部会当来医疗啊，比总统吗？不可能的代志嘛！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你着爱尊重这个医疗团队伊的相关的计划、伊的规划、伊的一寡的这个建议嘛？有啥物问题，找医疗团队来讨论。哦，啊，你讲连线用迄个公文呢？哦，必须得甲公布一个公文，啊，所以内底用一种秘书，安尼咧恐吓的，还是安怎？啊，这实在吼，咱家讲足奇怪。国民党的时代都无这个公文，吼、哦，我公开我讲，我讲国民党的时代无这个公文呢。啊，即卖是民进党的执政，咱民进党是重视人权的呢，民进党是注重公平正义的呢，消毒不公不义的呢。哦，这是无同款的啊！他有讲出这种公文，那你做唔到？中共在害死蔡总统，死狗哦！啊，这蛇，这个死狗，伊即卖包括着彭批嘛在讲啊，伊讲啊，这敢是中共在决定？这是唔是顶权啦？中共今日佫有朝政署呢，佫有法务部呢，来应征伊呢，佫有总统府呢。啊，你这煞讲这官僚的。你用这种的公文，怎害死蔡总统，害死林全议长，害死郭泰山部长啊！啊，这时候，咱用真实大，你看昨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投票，那是一面倒的嘛？你就讲对着陈总统的问题，哦，当然这不止人五一九有关的呢。你最好是要政治处理嘛。你不管是总统的特赦，还是讲有的人讲特赦代赦，还是这种是一块，这是天数的做完了嘛？伊的目标就是讲，这个是一个不公不义，所爱来消毒嘛。这是一个司法的不公平，所以你爱甲伊这个矫正过来，爱甲改正过来。哦，这才是一个重点嘛。中间时段我要看节目咧讲，也是讲这个啊邀请来宾咧讲，心内是心有戚戚焉呐哦。啊，为什么一再就是讲医疗哦，啊，你的政治会介入这個？哦，必然的过程，司法啊，你着政治介入司法啊，即卖是讲医疗，政治介入医疗。
马英九伊咧做，用安尼咧舞，哦，这我有心理准备哦。啊，这个是要甲你迫害的嘛？马建官就是要迫害陈总统的，这个政治原罪，我无话讲哦，因为这个是一种的政治斗争嘛。但是即卖是政党轮替啊，即卖是新的开始哦，这个新的时代、新的阶段，不应该讲像这种。哦，即款诶，即种诶公文，搁一再来出现，这是我咧讲无法度理解诶所在。所以你讲啊，官邸倒来就是讲五月十九即个活动，哦，咱就是照着官邸计划，哦，该安怎做，安怎坚持啊，对阿扁总统身体有帮助，哦，咱就安怎来做。伫中我做家属诶，医疗团队所讲诶，我从来无第二句，因为咱毋捌嘛。哦，我想法足简单，我唔捌你，我咧唔是医师，我唔是医学教授，我唔捌嘛。啊，咱唔捌的人，咱唔通出一个意见。医生讲啊，这安尼来做对你的老爸吼，啊，这个医疗帮忙，我就是照办，哦，我就是照安尼来做安尼尔。哦，啊，咱既然把身体健康交医生、交医疗团队，咱就爱相信医生。啊，你唔通讲，哦，啊，医生一种意见，你三种意见，哦，啊，你讲报啊。治疗啊，医疗团一种意见呢，法务部三种意见，啊，那安尼就天啊就火矣啊呢，安尼就规个乱了套了嘛。所以就是平常心，尊重医疗专业，哦，啊，咱这外行的，咱就爱听内行的，哦，安尼的时阵，这规个运作，哦，啊，这也属实啦。来，今麦咱这个工商，我来先甲听一下吼，啊，等一下搁等来，我那来做咱今仔的单元吼，所以自由风听台湾歌，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要向着全国伟大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咱在每一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这一天，来感念着甲咱请养大汉辛苦的妈妈，也爱感谢一个听众朋友长期以来，甲志忠做伙坚持一边一国，守护咱的母亲台湾。在这个有意义的母亲节。咱特别来推出一边一国欧盟里的优待活动，原价一箱1450元。伫即个母亲节，每一箱教运金只要1200元，只要1200元。敢若先有印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你伫别个所在绝对买袂到的一边一国欧盟里，特别来挑选咱台湾在地生产上次的即个欧盟里来制作，佮添加着红枣、枸杞佮乌麻。有乌麻的这个香味，饮会到会当加燕窝来比拼，有丰富的加这个乌蒙里，会当直接饮，也会当冰河凉凉，是热天上好、上天然的这个饮料，大人囡仔拢下用，请朋友嘛真气派。即卖特别优待，加运费一箱只要1200元，限量100箱，限量100箱哦。有需要的听众朋友，卡手啊爱紧，其他咱的产品，伫中嘛甲大家做一个介绍。正型 Q 碳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会当增加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。独家的这个配方，让身体吸收更加完全、更加有效。一罐食2个月2800元。正型的深海鱼油原料对水质上清气的北欧的挪威来进口，因为深海鱼油上注重就是迄个制作的深海鱼。伊就爱来自上清气的这个海水，才袂受到一挂重金属的污染。成分上纯、浓度上高的正型深海鱼油，一罐食2个月只要2200元。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脂，而且是指示体来提炼，是咱的和平牛樟脂。伊为了爱指示体来做，只要有牛樟脂上完整的迄个三铁的这个营养素，加用正义农委会技术来合作。有国家级的品质的保证，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元。以上三个产品，你买一罐，佮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。亲戚朋友做伙来买，买愈侪就送愈侪。新鲜地瓜精有17种的氨基酸，丰富的胶原蛋白，佮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的技术，非常方便哦，啊佮好啉。香醇阁刷嘴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5400元。母亲节大优待，一边一个欧盟里以及其他的产品，欢迎来电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
感谢努力，感谢努力，咱全国的听众，同款是咱一边一个台湾的节目吼，咱继续来进行是今仔日的单元，吹自由的风，听台湾歌。今仔这条歌吼，这是地中我特地和我来插播一下吼，我特地点歌。即卖你来争取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吼，啊，咱台湾的心声，台湾人的声音来讲给全世界听。啊，我也是一再呼吁吼，虽然不一定有效吼，但是地中我的主张，其实这嘛是这个行政院这个国文团的主张吼，咱的这个高永茂博士吼。伊所咧讲的台湾正式提案，哦，你一月份无提哦，迄个执委会无提，迄个时间就过啊，哦，就迄个麦克讲的，你伫咱这个五月这个大会透过邦交国正式提案，提出台湾参与案，正式吼全世界知影讲台湾的这个决心甲意志啦，这个安怎无要紧，你起码爱提案，那无的时阵啊，头前咱咧安尼有嘴讲甲无乱一厘咧。啊，这个呼吁一直在打拼，包括政府到民间，啊，你袂输比做白工安尼吼。所以我特别点这条歌，讲予全世界听。哦，这个是詹宏达先生来这个吼，啊，作词作曲，哦，用这是多。咱做一家听一下，啊，我们用这条歌来互相勉励，互相加油。台湾的国际空间虽然处境困难，但是只要大家团结打拼，总是会当走出一条路。就亲像伊当时八年之前，陈总统啊来这个带领共款哦，会当伫外交顶关拼一条路出来。来，咱家欣赏一下，讲予全世界听。我要讲予全世界听，我愿意付出生命。我哩一天的快乐心情，予清香的风唱你的名。天若放落，我甲伊拼；地若离开，我袂哩行。世间风雨，免惊，永远有我甲你听。船袂使离水，水袂使放慢，我是船。Oh,
这条歌曲吼，讲予全世界听，希望甲咱台湾的心声吼啊来大声讲出来啊，采取着这种实际行动吼啊，这个做比说更重要吼，安怎来做啊，比这个讲更加重要。来，最后一部的感想，咱来听一个吼，阿伯台服务专线077618075，多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要向着全国伟大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咱在每一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日这一天，来感念着甲咱请养大汉辛苦的妈妈，嘛爱感谢一个听众朋友长期以来，甲志忠做伙坚持一边一国，守护咱的母亲台湾。在这个有意义的母亲节，咱特别来推出一边一国欧盟里的优待活动，原价一箱1450元。伫即个母亲节，每一箱教运金只要1200元，只要1200元。敢若先有因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你伫别个所在绝对买袂到的一边一国欧盟里，特别来挑选咱台湾在地生产上鲜的即个欧盟里来制作，佮添加着红枣、枸杞、甲乌麻。有乌麻的这个香味，饮袂到会当加燕窝来比拼，有丰富的加这个乌梦里，会当直接饮，嘛会当冰好凉凉，是热天上好上天然的这个饮料，大人囡仔拢下用，请朋友嘛真气派。即卖特别优待，加运费一箱只要1200元，限量100箱，限量100箱哦。有需要的听众朋友，卡手啊爱紧。其他咱的产品，伫中嘛甲大家做一个介绍。正型 Q 碳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会当增加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。独家的这个配方，予身体吸收更加完全、更加有效。一罐食2个月2800元。正型的深海鱼油原料对水质上清气的北欧的挪威来进口，因为深海鱼油上注重的是迄个制作的深海鱼。伊就爱来自上清气的这个海水，才袂受到一挂重金属的污染。成分上纯、浓度上高的正型深海鱼油，一罐才2个月，只要2200元。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脂，而且是指示体来提炼，是咱的和平牛樟脂。因为了爱指示体来做，才有牛樟脂上完整的迄个三铁的这个营养素，加用正义农委会技术来合作。有国家级的品质的保证，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元。以上三个产品，你买一罐，佮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。亲戚朋友做伙来买，买愈多就送愈多。新鲜地瓜精有17种的氨基酸，丰富的胶原蛋白，佮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的技术，非常方便哦，还佮好啉。香醇佮刷嘴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5400元。母亲节大优待，一边一个欧盟里以及其他的产品，欢迎来电077618075，077618075，感谢努力。多谢咱全国听众朋友吼，今仔日的节目，咱时间可能到这做一个收束吼，多谢咱空中。大家来准时收听，台湾的这个吼未来可能自己来打拼，吼，其中我一再依然来相信，只要咱大家团结吼，一定会当行出一条路，吼，在咱的外交空间、国际空间也好，是包括咱的内政、咱的改革吼，
但是重点就是迄个行动最重要，行动力啦，哦，行动力、执行力，哦，互相勉励，多谢你。